敷面膜完整步骤。敷面膜前用温水洗净，拍点爽肤水或者化妆水，撕掉面膜外包装，将面膜纸取出，展开面膜敷在脸上，并且抚平，用手指轻轻按压面膜，等待15至20分钟将面膜拿掉。需要看下说明书是不是免洗的，如果是就不用洗，如果不是就要清洗，最后进行正常的护肤即可。敷完面膜后，面部会有余留的精华液，可用手轻轻地拍打面部，使脸上多余的液体被皮肤很好的吸收。面膜使用后可以丢弃，也可以废物利用，拿来擦皮鞋，会很好地保护皮质，还可以擦皮衣，或者拿来擦手臂，对皮肤有滋养效果。面膜是护肤品的一个类别，用于皮肤补水，也具有保湿、滋润、营养、改善外观、深层清洁等多种功效。一般面膜的正常使用频率在1周2次左右。